陈伟英参加职棒球员工会公益高尔夫球赛。记者徐正阳社。记者徐正阳桃园报道，陈伟英今天参加职棒球员工会公益高尔夫球赛，对于球团陆续出清阵中主力球员，导致整体战力下滑，他感到很可惜。陈伟英指出，打职棒一定会碰到交易或转队，在精英或马林鱼都曾遇过，只是今年离开的球员比较多，而且多是主力球员，觉感到有点可惜。像史坦顿、欧苏纳、高登其实都算熟了，尤其是欧苏纳，明年的内野只差高登，外野一次少了两个，变动会比较大，大概都会启用年轻人，他说。陈伟英目前仍在台湾自主训练，预计明年元月初返美，先去加州加强训练，再到佛州衔接春训。他认为，虽然今年大多时间在养伤，明年一定赶得上开幕战。陈伟英表示，马林鱼释出沃奎之后，全队最老的球员变成他，但他不觉得感到压力，目前就按正常复健自主训练，把该做的事做好。陈伟英参加职棒球员工会公益高尔夫球赛。记者徐正阳社。陈伟英参加职棒球员工会公益高尔夫球赛。记者徐正阳社。